大家好，我是香港小甜心。这里呢是在香港的荃湾街头。带大家一起看看街头的情况吧。街上人来人往的，人流量挺多的。这里算是商业街了啊，街头车来车往，人来人往的啊，挺热闹的。好了，谢谢大家支持啊！喜欢的点个赞，点个关注吧，下期见，拜拜。